我很小的时候就住了个茅棚，住在这里。我哥、我爸爸有几兄弟都是在这里住的，有五兄弟几妹。2008年12月28日拆过。你不走吗？就常来，派了几千个警察来，开警枪，整个岛上都是警枪，整个岛上都是警枪，谁敢动？那你的东西搬到这个石洞10004。先收起来，外面的给人看见。今天有人看吗？今天避免的收起来了，今天不要给我现在说吗？收起来。